吃素的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请收看佛学问答。佛性究竟是缘起法还是恒常不变的一个物体？恒常不变，但不是物体，懂吗？那你说有什么东西恒常不变？是你经验外超经验一个恒常，那叫佛性。佛性非色非心，非有非无，非因果法，非青黄赤白黑。如果是因果法，它是有生灭；青黄赤白黑，那就是有物体。这两个都不是。懂吗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来，瞎子问你说白色是什么，你也讲不出来，是因为他眼睛没看。这不是我故意不讲，你我的眼睛没看，我们只能说它叫做不思议佛性。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？可以勉强讲，是一个宁静、超然、明白的状态。入了那个佛性之后，都在这个状态。这叫做大波涅槃。佛性非性，勉强说佛性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叫做法性，其实这个也叫佛性。说我们说它是法性，法性不在佛性外。你说它是佛性，佛有觉意，我们只说这个物件叫做有法性，我们不说它是有佛性。有一个理由，因为佛者觉也，你不能说石头开悟啊，你不能这样讲。但为什么他有法性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证得佛性之后，一切佛性皆在法性之中。你会不会发现，原来一棵树、一花、一木，皆有如来；一草、一石，皆不离当下这一念心。这个时候，佛性即法性，一切色心二法，色就是万法物质，这叫做什么呢？物质世界与你的心理世界无二无别，不能够说二，它被它看到，物质被心看到，那这样的话，心在物外了，对，心在物外，心去看物。这不是佛性，这也不是法性。我们般经验不就这样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要问我说，是不是一物，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对不对？举一即不中，说一个什么都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怎么说都在你心之外啊。那你说就是心吗？你那颗心又不对啊。你那颗心是妄想心，也不对。啊，你说是心，是宇宙，那也不对。为什么四心是宇宙是不对？因为如果四心是宇宙，那心变宇宙跟着变，因为心等于宇宙嘛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，那不然是怎样？所以说，我问你，梦中的老虎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梦中的老虎。能不能离开你？能不能离开你有梦中的老虎？能不能啊？不能。能不能啊？不能啊！啊，这是你的梦中的老虎啊，又不是我梦中的。能不能我梦中的老虎借你用？不能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梦中的老虎能不能离开你？我说是你的梦中的，你梦中的老虎，我说或者讲我们自己梦中的老虎，能不能离开我们？不能。但我们能不能抓到它？能不能啊？能不能啊？抓到也是被骗的，是不是？抓得到也是被骗的，对不对？但是
他在梦中又这么真实呢？就是这个东西，宇宙就是什么样，我们认为的宇宙就是什么样，它根本就是梦中的宇宙。那你还要问我那个宇宙跟我的心同不同一个？我们在边上讲，离开你的心没有梦中的宇宙，对不对？但你的心就真能够有一个宇宙吗？也不是啊。那因为梦醒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梦中老虎梦醒就没了，也不用你杀，也不用你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你却可以在里头修哦，修什么？修慈悲法。下次在梦中有老虎的时候怎么样？就脱掉衣服，撒上胡椒，躺在那里说：“来吃吧，来吃吧，反正是梦中的身体啊，无所谓。”反而可以修一个舍身慈悲，对不对？布施波罗蜜，布施波罗蜜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宇宙是这样，所以色心既不二，也不一，不能讲二啊。哎，老虎离梦中的境界离不开你啊。如果是二就可以离开你，对不对？ Tostani 是你就叫二，对不对？但也不一样、啊、不是同一样、啊、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去抓得到他吗？同一个，同一个就是同一个哦，同一个哦，那你就可以，你就可以说要让他怎样就怎样，没办法，是不是这样子、啊、你还可以甚至抓他出来、来当作是你的什么，明白？要了解吗？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对的，我们跟宇宙的经验是对应，我们才有这种疑问，我们在梦中才有这种疑问，这根本不是梦中，这根本不是梦醒之后的境界，这就是佛性。佛性是梦醒才看得到，才感受得到的。那你一直在佛性的睡梦中，不是佛性跑了，佛性没跑。我问你哦，睡梦中的梦中之人有没有离开那个睡觉的那个真人？有没有离开？没离开。你我在梦中，在佛性的梦中，但也没有离开佛性。能听得懂吗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才是有它道理、哦、那么这样的观念呢，你就知道了、哦、所以它不是一个预体。那么如果是缘起的，那意味着缘灭的时候，对了，所以说不会灭。佛性不会是缘灭的，缘灭会死的。为共生本具恒常不变，是否又与佛法中的缘起性空相违？不相违。为什么？因为缘起性空在讲梦中的事啊，梦中一切都是缘起性空，梦醒了无痕啊，一一梦就一一有缘起啊，一一缘起一一不可得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涅槃经讲常乐我净，在声闻人都在讲梦中的事的时候，他讲什么？他讲不常不乐不净无我，反而对过来、哦、一个是讲常乐我净，一个讲无常不乐无我、哦、那个什么呢无常，他在讲这个。为什么？一个是讲佛性，一个是在讲什么？凡夫所面对的境界，凡夫所面对境界一切都是无常法，一切都是缘起，但佛性不缘起，佛性要缘起，缘起必坏，对不？缘起一定是坏的、只是因为时间短，你不知道它坏而已、听起来好恐怖，缘起必坏，但就是这样、好。如何面对失落感？被讨厌，被背叛，或者被失去了信任等等的负面情绪、哦、人与人之间互相难免会发生争执或不愉快，如何接纳原谅祝福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？问这样子吧，这一切都是你看啊，失落、被讨厌、被背叛、被失去信任以及不愉快、被伤害等等，现在这些情绪，这些情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我们并没有了解，所以它发生了，然后所以接着我们就不接受了。第一个是它发生了，我们误以为
这是他孤立的。我倒霉，我这么好，我这么样细心，我对他这么信任，他所谓的失信于我，背叛于我，甚至于讨厌于我，甚至于制造种种的恶话来伤害我，甚至于我们曾经男女朋友一场，他居然可以将那种话伤害我，都有可能，这都有可能，对不？那大家照听呵呵，你当初讲你要娶我，你要去我，今麦会使讲迄种话讲出来，哦，我感觉舒服，心就寒呢，人心怎么这么黑暗？你怎么还叫我再去原谅他？我不恨他已经很难了，我还原谅他，还要去祝福他，不但强人所难。就比如这样，对，我完全能理解，我完全经历过像你说的这种感觉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但是我必须说明，就是说，其实作为佛弟子，说难一点都不难，好像吃素兼皈依，偶尔听讲经，这样就叫佛弟子。OK， 但其实它难是难在，它有超越人间的一般判定一件事情合理不合理的标准，它必须先超越。而恰恰难就难在我们习惯于世间标准，世间标准是这样，短暂的、今生的，而且虚伪式的平等。什么叫虚伪式平等？比如说，我请你看一场电影，那不是应该你换你请我一场吗？我这么的爱护你，你也曾经接受我的感情，或者我们曾经是朋友，那难不成你不会投桃报李吗？像这样叫做，这叫做公平，这叫做礼尚往来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我刚刚讲的那句话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符合比例原则。我们都在追原则的，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在过日子。比如说这样，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不错，我拍拍他肩膀，哎，怎么样？来，今天我请你吃饭，如何？你心里是怎么想？你一定这样想了，我对他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应该他还好了，应该彼此怎么样怎么样？你的想法就这样啊。你的想法、你的期望完全合理，因为你付出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叫做付出，最起码你可以这样自我解释说：我至少没害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至少我没有骗他呀，我至少我对他真诚的，这样就够了。你不用付出钱，你甚至不用付出精神，你只要这种态度，你就觉得你够了、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对待人，我们自认为的态度，叫做我没有亏待别人，我们就这样认识。然后因此我们就假设，我既然没亏待别人，那为什么那个人要亏待我？这就不符合比例原则，也没道理呀、啊。接着你就说，那没道理，我受伤，我受害，我被排斥，我被做了，有可能是这样。我跟他一起进来，他都已经生两次了，我他妈还在这里，原来就是那家伙搞鬼，因为我以前讲的什么话，他就专门拷贝我，完全合理，完全合理。你的观察也可能真的是对的，但你考虑平等原则的 range 太短，你只考虑精神，就差这个，就差这个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在上一辈子就已经欠他了，如果你在上一辈子就已经害他、说他、骂他、凹他，他经过一辈子的潜藏之后，要长出多少利息，你知道吗？业是会增长广大的。什么叫业会增长广大？很容易理解，来，信不信？我拿个比喻你就知道。比如说今天我跟蒙甲吵架，他就很遗憾，他就我女朋友或我老婆吵架，然后我决定这次不想先低头。我就盯，那我怎么盯？上班，上午吵架，下午大家下班了，我回来，把他当陌路人，然后他去煮饭，我决心不吃，用不吃来表示我的抗议，然后他煮，他的想法可能说：好了好了，别这样了，我煮一个给你吃。你不先说你错，我干什么这事情都要我低头，我就走出去，
你想他会怎样？他会怎么想？哇，当时说这么爱我，现在只是吵一个架而已，就可以盯成这样。然后你又怎么想？你说你看看，女人家完全不注重我男人的感觉。哼，我出来居然也没打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。哇，算了，我是不是娶错人了？你开始又这样想。然后最后我就是在外面尽量的晃，其实是很想回来看一下他老婆的，但是在那晃。然后他呢，不回来不回来嘛，怎么样子？我今日我低头的话，我一辈子我就没出息了，就被这个男人卡死了。我好，我自己收掉，我就喂狗，我也不要喂他。他就这样想，结果两个人继续见人面的时候，两个人都不希望把对抗升级。但他就生气，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脸拉了下来。有没有？你很可怕，撑过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最后撑过24个小时或48个小时的时候，没有谁先有脸先软下来，这下完，小事都可以搞到离婚。只因为什么？甚至有一个案例是，先生是属于那种摩羯座的。凡事哈照规格来，所以呢，挤牙膏要从下面这样卷挤上来，你懂吗？那太太呢是那个很浪漫的什么座？那个什么？双女。哎，双女，双子星啊。哦，是。哎，双。双女。双女啊，双女是比较浪漫，她觉得这样挤，挤得出来就搞定了嘛。你懂意思吗？结果每一次呢，先生从下面卷好了，他一来大手一挤，又毁了前面的这样。就先生的想法是，为什么这么不尊重我？在太太的想法是，为什么这么不爱我？只因为挤牙膏，只有两个人离婚。从这件事情，我就看出来，他一点都不在乎我。男的也说，是啊，从这件事情，你根本不可能辅助我的事业。为什么连挤牙膏都不能胜我的意思？以后还能够怎么样？这就是业的增长广大，可以为一个很小的事情一直扩大解释，一直扩大怨恨，一直埋藏越久，每一天加强一次的恨，你懂吗？如果今天我就跟你说对不起，那你只恨我24小时；如果2天3天之后，你每隔一天，那天的每一分钟每一秒，你就在等待我的道歉，而等不到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加强恨意，加强不满足，对不对？所以业在增长广大，业是一定增长广大，一定会增长又广大。唉，两个事情发生了，你讨论公平不公平，人间公平不公平，你只讨论今生今世，甚至于你跟他相处的这段小时间，你忘记了我们有30年果，我们跟他有累劫，过去不晓得谁在谁对谁增长广大，谁对谁互相增长广大。你害我，我害你；你怨我，我怨你；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也在增长广大。越喜欢就越容不下小沙子。如果是情侣的话，那这种事情不会在今生才发生，在过去世就发生了。所以哪怕一小粒沙子，都可以增长广大成为无可抗拒的恨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时候在对面，这一世在见面的时候，刚开始一定礼尚往来，让彼此亲。为什么要报仇？总得要在同屋檐底下才能互相砍来砍去嘛。你怎么在路边找一个人砍？你要把他引诱进来，你懂吗？他在引诱你，你也在引诱他，因为你们两个人本来就是要一决生死的。的男女朋友，你懂吗？本来就是要一决生死，拿出爱情刀来，本来就是要互砍的，一定要相互吸引。所以刚开始一定是男女相吸，现在不一定这样讲，现在叫男男相吸或女女相吸也可能。不然师父如果不这样讲，叫做歧视同性恋也不可以。所以比如说这种意思了哈。OK， 所以你不能只看这一世，你们这一世的吸引。一定有过去式的因缘，多么值得赞叹，多么值得怀念，但也不要太高兴，因为背后都
备藏着增长广大的相互怨恼的业，都在哪？所以考虑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忘记了两个事。第一，我们都认为是一个短期之内的合理的平等原则，这样才叫做不受害。我们忘记了短期之内的合理原则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因为你有过去是被骗，或你骗他的过去，他在过去一直到今天来，你给他的好处挡不过曾经你伤害过他的坏处，所以他有可能莫名其妙就报你的仇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但他看你就怨恼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就像过去你曾经三更半夜把他抛弃了一样，他今天也一样会抱在你身上，不是谁定的，是你的业牵着你们彼此会走向哪。所以记得，人间我们无论受了多少的委屈，都要超越一般人，用短暂的时间来看我们的平不平，都不应该这样，应该要超越到更高的层次来看，那都是有过去的业力所推。那你要怎么面对？你要怎么面对？两个事情面对。第一，所遭受的一切业都要先处的知道，那是一定有过去的原因的，绝对不会偶然你倒霉而发生。所以既然有原因，它现在发生了，你得接受，你不但得接受，还得欢喜接受。而且为什么？因为接受就消掉那个业。连金刚经都这样讲，金刚经他说，若有人过去乃至于毁谤大圣，今生或后来他忏悔了，他忏悔之后呢，因为他毁谤大圣嘛，那怎么办？毁谤大圣在下地狱的，那现在不会了，不用了，那怎么办？可是还终究是把话讲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会遭人嫌弃，受人轻视，以这样子来消业。你知道啊？恰恰好就是你说的，怎么讲？失落感、被讨厌、被背叛、失去信任等等，恰恰好就是这样。他当然是负面情绪啊，没有谁说会很高兴的，消业没有谁会说很高兴的。你懂吗？去银行付那个什么，付那个18%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刷信用卡的债务，没有人是很高兴，很高兴去，都是不得已去。你再不去的话，要被人家怎么样？要被他通缉了，对不对？要被人家信用锁住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的，你的不愉快、负面情绪是必然发生的，但是。世俗人发生了必然的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他没有理由，他没得消解，他认为他倒霉，他认为他很衰，他认为他不想活。但佛弟子倒过来，他认为他当他面对了一切负面情绪的时候，都应该这样想：是的，我在消业，那是我过去所面临的，那是我过去所造的，没什么好说。今生我没想害人，但他居然可以这样对我说，我没办法，一定是我过去不随喜、不真诚、不老实。不温柔、不体贴、不忠诚等等等等的原因所造成的，那么我就接受了。我好痛苦，我好难堪，但求三宝加倍，一直知道这是我过去的业所造的，我怨不得别人。我还是好痛苦，我还是好难过，但是我知道要挺直腰板来面对。我不敢跟他对抗，他太强大了，负面情绪太强大了。但是我在负面情绪底下，我诚恳地说，我错了。我不是要跟他对抗，我无能对他对抗，那就是我造的太强大的重量，了解吗？我们不可能跟他对抗，但我们可以跟他表示忏悔，我们可以告诉他，是的，负面情绪你来，就像我曾经给人的，我错了。求三宝加倍，我知道我还会受苦，但我希望一切众生都不要受我像这样子的苦。我害怕的不只是果，我更害怕我未来遭受的果。然而现在我正在遭受什么果，我也感恩他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果，我不知道我有多恶，我不知道我有多过失，我还以为我很 OK， 我还以为我将来一定能往生，原来我不能，原来我造过这么些恶。好感激他现在来帮我消灭。作为一个佛弟子，面对这个负面情绪，我好辛苦，但我知道这是我该受，受完我就会成长。所以虽然这么苦，
我还是要说我谢谢，这就是你说的，不是有什么理由你得去祝福他，是你本来就会去祝福他，你本来就应该祝福他，即便你苦到底了，你被踹在底下，被踹烂了，你都还得要告诉他，蹦出一句话来，谢谢。我是很苦，但我知道，一定是我曾经让你更苦，你才要这样对待，真是抱歉。懂吗？这就是三宝弟子。三宝弟子不是无心无肝无肺，不是说面临的这些背叛你不会苦，我告诉你更苦，但恰恰有更苦，你承担得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三宝，因为有因果，因为你的眼光看得更广，你知道业从过去辗转到今天，怎么可能我不受这个业呢？诸位啊，请问这样子的道德修养，你说人间还有什么事情会是在你面前会是恶？杀盗淫妄不会发生，这样了解吗？这就是佛法讲的道德，它已经超越道德，它完全是用智慧，完全是用三世因果来内在理解，这样懂了吗？啊，所以你不要说师父教好难 ，no， 这是唯一一条路。一切张老师教你的，儒家、道家、基督教教你的，通通不管用。我没骗你，如果管用，佛陀就教了。佛陀为大智者，为唯一世间的究竟觉，他不会教你一个无效的方法，相信你，只是你不习惯这样做。当你在一切痛苦面前，软软的、诚恳的说“我错了”，你就真是随意的意思。当你要看懂这个道理，你才说得出来，了解吗？是这样子哈。哦，我出家以来30年，几乎都在做事的情况，除了自三自修那段时间，真的是我人生好自在的时候。哦，但是呢，我很快就知道，说我面对这样台湾的境界，不太可能太久过这种日子，所以很快的，广化和尚要我下山，我还一直挡，一直挡，挡到后来我母亲原籍往生了，我已经挡不住了，继续要做事。我在做事的过程当中，多少多少的面对，一直到现在从来没停过，没停过到什么程度？没停过到旁边认识我的、我的学生、我的朋友、我的道友，甚至是都会为我打抱不平，说的太过分了，骂，那我都是一再的回应这样的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邮政划拨，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7-388，012-001-197-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慈悲置业诸善行，十方信众共成就，起见细念归净土，名扬两臂度有情。特为紫安地藏殿英灵牌位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中风三十细念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12月9日星期五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